听见你的声音向我这里飞奔，你的声音向我这里飞奔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二姐也很希望你开心，她有跟我讲。已故女艺人于任琪劳工陈建与诈骗集团勾结，被警方以诈欺罪依法送办，还有200多万赃款。据悉 ，Gary 被逮捕时还一度亮出名片，自称自己是雨田办公室特助。就恶心，对啊，太恶心。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只要我们三个小孩好，她跟爸爸怎么样都不重要。谢谢她生我、养我、照顾我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，永远地、永远地爱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无语？回答我，回答我，也只要一句，雷蒙娜。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，我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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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雷蒙娜。我不相信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嘛！来来，紧紧紧！哎，这拿唔着，真正脑震荡啊！你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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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嘞，紧嘞，还够有咧抓！哎哎，我哎叫急救啊！别拿！行照相，行照相啊！直接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！来来来来，现在现场先不要动哦！喂，来来来，哎哇，江虾哥嘞，姐哦，对。啊！你家己起来就对啦，因为以前抱人来倒落去吼，啊，有人要甲摸起来啊，来你卖骨架咧。嘿。喂！喂！安尼袂使啊！喂，我阿姨是安那袂使不？好啦，较早囡仔我看大汉的，那个我真巧咧，你倒地我帮过。我袂使哦，囡仔穿安尼，我真有派头。是。我替伊欢喜啊！恁早间糖比你较水，但看袂安怎呢？真就。连个子都有差别，你看嘛，我在他旁边给你一站，好像哈比人。喂，没啦，咱这叫做 A 还当归 A 帮 A 啊，高水啦，我真正太过水啦。是是是，今天多回娘家日子了吼，妈妈平常时真辛苦，甲咱教育。那咱这台顶的人要向妈妈来感谢一下，祥全。非常非常感谢我妈妈。那在往年新的一年开始，往年过去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。也要跟在场的观众朋友说一下，对不起。来，来个勾你，真的跟你们道歉一下，因为之前啊发生了很多，比如说停车纠纷啊，那些都不管，都过去了。新年，那妈妈，我一定会做到最好，一定会做到最好，把生意做到最好，然后孝敬你，孝顺你。OK， 好，好吗？给你翻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淡一个，淡一个，哎呦，感动呢！哎，是母子情深哈，那小平，哈，给你祝福。这一年谢谢妈妈的照顾，那我今天特别准备了妈妈最喜欢吃的一些东西。哇，真的都有准备呢，这囡仔拢足友好的啦。我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花梅，花梅，你也讲花梅哦，真的喜欢吃，真的没有
什么东西喜欢吃，他最喜欢，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。对对对，我只有喜欢吃环呗，还要煮的，还要白色的鱼，杀龟，白色的要杀龟的哈，汤的我还不要吃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位来院，谢谢，来院吃。就是去年我在草屯歌厅唱歌以后，才知道就是唱歌养大我们三个，真的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那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真的都很辛苦。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只要我们三个小孩好，他跟爸爸怎么样都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好。那在这个新的一年里，因为我也长大一岁了，那我从来呢就没有正式的向妈妈谢谢过，谢谢她生我、养我、照顾我。那好，谢谢你跟妈妈感谢小慧是。那今天呢，就真的很谢谢妈妈。哎呦，这个是一个女儿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哇哦，哇哇，谢谢妈妈。哎呦，还跪下来呀、啊！谢谢。哎，赶快。哎，真这样一样，感同身受了哈，孩子长大了，感动。他爸比你现在对人高下，没有，因为我跟苑琪算也是在演艺房一起工作，他真的很认真，因为他都觉得爸爸妈妈真的用唱歌来照顾他们三个姐弟，这样真的他，我觉得苑琪他真的很孝顺。阿布啊。你几刀拢摕来，你是咧安怎？无啦，我袂，我较勇敢，我较勇敢。雅萍姐有什么话对三个子女鼓励的吗？不，严格讲起来，我在这一年的开始，我知道我三个小孩长大了。我真的跟乡亲讲一下，我很高兴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天下父母心哈。我这支歌一手走天涯哈，你知道吗哈？替我哈带来很多的收入哈。是，哎呦，真的。你们到底是谁弄的这首歌，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然后对不对？到底是谁？真的不能看呐，你们这样子不对。主持人，哎，你看我们都指谁？他。加加加，是你下来，弄洗皮啊？不是不是，是你不是，就是他。马我跟你讲，就今天其实刘星一，刘星一，我胆气大掉啊！你哦，不是，我知道我带你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知道你很多年，表演都很辛苦，所以今天这一切是我给你的一个 surprise。你少来，真的，是一个惊喜，而且我还有母亲节给妈妈一个快乐的 moment 呢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一次在家里都笑我，说是我是一曲歌后，说只会唱雷梦娜。拜托，因为我到哪里去，人家都点这首歌啊，不是我只会唱这首歌。妈妈，这很难得，我最起码会唱2000首歌。妈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然后这一路走来，你最喜欢花。带来一朵鲜花，真的耶！这真的是母亲节快乐，这真的是我准备的，然后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然后我希望，然后我希望你不要再为了二姐的事情伤心、难过。当每次她吃不下东西，然后你的身体，你看你越来越瘦，我希望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。你不要提二姐的事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二姐也很希望你开心，她有跟我讲。他也很希望你开心，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的健康、你的快乐、你的幸福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。你只要好，妈，我跟你说，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好，你的心情只要好，吃一下东西，二姐一定也会好，好不好？妈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OK， 我们给雅萍姐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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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二女儿真的是很勇敢。
这将近十年以来，他受尽了折磨，他甚至都写好了遗书，但是我说你不可以，对爸爸妈妈你还说得过去，但是你对你的小孩子，两个小孩你怎么交代，他们那么小，对不对？长大了以后连妈妈长什么样子他们都不记得。可是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在他面前我就强颜欢笑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癌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病，这个细胞一直找到他。上次很高兴的跟大家还做了一个座谈会，说抗癌成功了，没有想到最近几天所以又造出一个阴影来，在他仅存的一个肺叶片又有一个小阴影，所以我的心情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母亲节快乐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开心，二姐一定会好，只要你好，二姐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雅萍姐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母亲节快乐。除了祥全来到现场以外，雅萍姐，请你看看我们有一段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跟妈妈讲的一些话，就是，自从就是我有了两个小孩以后，才知道就是当妈妈有多么辛苦，就是才能体会到说，哦，我的妈妈以前生我们，然后养大我们是这么的辛苦。哦，这么的伤脑筋啊！那在这里就是希望妈妈，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不要想太多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妈妈你真的辛苦了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祝老老母亲都开心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不要这样，你要看着面啊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哇，母亲节快乐，快乐，他很勇敢，很坚强，勇敢，没事的，但是他上次已经是默契了，这次再发现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默契的再默契，是吗？希望大家老天保佑，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，然后身体全部的康复，也希望各位乡亲朋友乡亲喜端，大家帮他集气好不好，大家一起祝福他，谢谢。那我们希望雅萍姐非常的坚强，因为就是做母亲的坚强，女儿一定会看到妈妈的勇敢，自己一定会好起来，雅萍姐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琪琪加油！琪琪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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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身体平安健康。偶然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。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其实雅萍姐在农业前一天向农会合唱完，身体身体也阁无爽快，但作为一个非常敬业的艺人，伊今仔日一直来到现场，让所有观众欢喜。在舞台顶，咱看到伊光彩一面，但是身为一个妈妈，伊那是永远的心头啊。执行着查某囝的代志，雅萍姐嘛是挡袂牢，目屎连流。雅萍姐，你爱坚强，爱加油，温暖的铁车陪你。琪琪嘛爱加油哦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这个歌曲，就是咱第二届世界大战时阵，有一个台湾的少年人，去往钓鱼南洋做军夫，所写出来一首好听的歌。是代表着男人对女士的一个思念，妹妹。
你所寄我的批，我收到了。你用 APP 传给我的照片，我也看到。我本来想回传给你，可是我怎么按都按到 LP， 因为我的手机找不到 APP。看到你的照片，我很开心，也很高兴。想不到从小我看着你长大的样子，你现在已经亭亭玉立，长大成人。记得小时候，你喜欢拉着我一块洗澡。那时候叔叔也是一个含苞待放的男生，经常跟你洗，洗到最后，你妈妈反对，要我离开你。这种拆散男女私情的事情是个很残忍的手段，可是叔叔很有勇气，当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你们余家，走到外地做个流浪汉。算一算，时间也过了20年，你应该过得还好吧？我讲到这为止，这跟这个歌跟他没啥关系。哎，哦，我是示范讲口白。是啊，鞠先生，哎，你爬车吼，你爬点半钟已经够啊。啊，好，来哈。哎，来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你都爱停啊啦。啊，就小姐，你爬车时间无啦，那有人喊是啦，要出动一下吼。哦。这首歌的感情才用得出来。对对。啊，再麻烦一下。麻烦你搁开头一遍，七。哦，是啦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你讲，你免是啦，免是啦，是啦，是边仔口白的人讲的吼。哦。是啦。哼。哎，你免唱啊。你的，你的听到一定是啦，你都免搁唱啊，你都会讲。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无听过。不是啦，我爱跟恁查囝混的，我了解啦。是啦，你是讲较早嘞啦，你讲想把人给插进去，你安尼？遐个怪叔叔讲的话，你莫相信。伊讲什么战争的时阵，什么甲你洗身躯拢骗人，真正甲你洗身躯人是我。你要了解，恁爸叫做于天，本名于清源。恁爸当初时出来选立委的时阵，甲恁妈妈李亚平两个人是四界啪啪走，伫咧拜票，根本无时间照顾恁姊妹啊。林宝一讲讲碰诶，我诶第大汉查囝已经交别人，第二查囝就交乎你了。我甲你抱转阮兜，慢慢啊甲你摇饲。开始我拢无对你安怎，我对你非常尊敬。虽然我甲你洗身躯，但是我拢有想过，我人未阁跳过，所以你免烦恼。对你来讲，你也尊敬阿姐我才对，了解吗？向你唱歌。我叫你听无，我叫较大声。是啦，其实不管那两个阿叔过去是安怎照顾你，那个胖阿叔，因为伊人生当中出太多战事，到尾啊，伊都无法度来照顾你。恁爸爸就甲我讲，孙啊，我要来无用，我要来立法院，为着所有的百姓来出声，所以。七七都交予你，所以谈到今仔日落雨，明我就来讲，我无甲你洗身躯，我只是甲你换尿珠啊尔。而且我即摆我咧肚仔底，搁收集你放过两个尿珠，我甲收起来。你若有人敢哭，爱出去看医生。你是咧甲蒙倒位？是啦，趁着今仔日月光暝，我酒呐，我酒嘛啉落啊。平常时我是唔敢甲你讲，其实今仔我要甲你讲一个秘密，我就是恁爸爸啦。是啦，院士，其实。我就想的你敢知道？啊，你拢无感觉吗？哈，
你听得懂吗？是啦，是啦，你有口白要讲吗？是啦，恁讲煞袂，我要唱歌。要求死囡啊，是啊，恁爸我要不要改讲我？是是是。啊，是啦，燕琪，燕琪，你从小就喜欢随地大小便，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啊，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最喜欢骑坐摩托车。我就骑着摩托车在你大街小巷的玩，那时候没有口罩，我就拿你妈妈的胸罩，我戴右边，你戴左边，啊，那种快乐的时光，好好想念。那是黄昏月亮要出来的时，甲听阮心。唱了非常之好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哎，最近有小可的冤家，喂，哎，这个查某囡仔经过咱四个查甫甲磨，磨练过，哎，甲迄落开始啊，过了，哎，训练过了，相信以后你这个表演方面的更加功力百倍增加。呵，好来啦，嘿。生死白头，竟然能看透。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情深，聚散总有时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追随。我拿青春赌明天，你用真情换此生。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恰恰走一回？岁月不知人间，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恰恰走一回？哇！两位好，两位姑娘好。洪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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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中风的是无？是是是，拄只洪兄中风了。你的面，你的面哪会安尼啊？拄只唱一条歌，伊阁是引起着我二十外年，我几啊十年前的代志。哎呀，什么代志？原来你小姐看到我的时阵，嘛是拢唱这条歌。啊？哎呦！所以讲你唱这条歌，我又阁想到。洪兄，洪兄，请不，请不悲哀。好，嘿，你讲，你讲，迄查囡仔真敖拍麻将，这两个拢有够敖拍麻将。这两个我跟你讲，嘿，体格有成，面罗也有成，哎呦，但是年纪无成。年纪无成。年纪无成。年纪，年纪，年纪无成。奇怪，恁是台湾哪是哪？我第一出个滴滴答答。哦。这个小平，这个怨气啦，哈。是，这个小平，这个小平，那敢那有亲像我迄个李小姐呢？哦，有哈，有亲像，足像的吼。面家性。
啊，声嘛行啦，声嘛行，声几乎一模一样。新宅行不行？新宅，新宅嘛行，但是你记不行，你记不行。啊呐，算速度也愈紧啦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年纪，对，今麦啥差年岁哪样？哈，声有行，嗯，体格也有行，是。安尼我了解，拍靶就有行，对。安尼好，一定爱姓李，你是姓？啊，姓余。你姓余嘛？余。魚也姓余嘛、欸？你能不能都不姓李嘛？不姓李。但是像你们的有一个姓李的，嘿，我给瞧出来，是应该都是李亚平。还讲啥？你连倒数也有啦。什么台词？什么台词？滚到右子。我是什么台词？阿娘。我唔知最近你加较重呢，他到底跟你烂不一样呢？没有啊，是你身上带的太多的钻石了。真的哦，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哇！哎呦，好想你哦。OK, stop。小奈奈，好有意见。皇上生气。听一下，休克啊，休克啊，休克休克，弄半天这个是皇上啊。是啊，他一直要找一个姓李的女孩子。亚萍，我就哎。喂，亚萍，你忘了我了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是谁？我是在龙凤酒店跟你那一天风雨交加，我们两个干柴烈火，那一个就是我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新著名的真，我就是那一次因为刚才的我身体才会变成这样。我说奇怪，怎么有一个人一直坐在这里不站起来呢？因为他一直要想念那个姓李的女孩子。对，所以皇上可以不要站起来，当然当然当然，皇上多大呀，开玩笑。你们两个我跟你讲，我朝思暮想的李小姐姓李的就是她，姓李，谢谢，感谢，感恩哦。但是奇怪，你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体格不是这样子的，为什么经过几年了，你的体格变成这样？因为皇上有所不知。哎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很矫情啊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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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很符合剧情，符合剧情，符合剧情，多舒服啊！因为皇上有所不知，因为自从皇上抛弃了小女子，哎呀，小女子知道原来我的那一位是皇上，哎呀，哎呦，小女子胆敢与皇上在一起呢，哎呀，当当当当，你不敢跟我在一起，那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所以我就很委屈的下嫁给了于天。什么？于天？来人啊！来，把于天抓起来斩掉了。这我们也不敢啊！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的，不对的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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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是嫁给于天？对，是。那对，那大嫂你好。你把两个嫂子给抓出来了哈。对对对对对。够水的啦，真正啦。唱歌愈唱愈好听啦，一直感动起来安尼啦。哇，够有滴滴。煞人心的嘛。一定的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名门之后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新妈妈睡，新老爸要唱歌，哦，拢够厉害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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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两个嫂子吼，好好啊栽培者。是。好好介绍，今晚换恁查囡来表演者，什么人要唱歌？我想。老二好了，好不好？琪琪，哇，哎，其他人都没唱。我李虎就怕我唱，我胡军怕把掉的迄个啦。平常我刚可以怕白呀，你不要拢免谈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哎，拢冠军啦，一个人过来百万那里谈啦，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有啦，得一次啦。第一名呢？我不是开玩笑哎。对呀。那个人用夸的，才讲以前要白拢免懵啦。啊！你两个过来拍牌，你气死哟！你忙该拍牌，安怎？搞起来去，你还聊伊呢？聊伊个子梦，不是子梦，你讲个摆唱歌夹袂好势无？搞扣我一个，那你都扣我一个呢？哎，你要红胸花？哎，那个大嫂，你不拿的蒙你，那蒙我那怪怪啊！大嫂，节目单位很优惠，
对你啊！你看你穿这件龙袍，然后又穿了夹克，又穿了里面，奶奶是羽绒衣的，奶奶是羽绒衣，我太多了吧？对，光奶拢不化光，哎，不来，真来运气来，他们刮来，妈妈讲你请刮。哦好，那我要求的。第一刮好不？好，练武功。好，来。会唱跟我一起唱好吗？我来练武功，我来起步运动，我来练武功，我的是七子男。练就是安尼，手法是过这么简单的问题。练就是安尼，手放风吹，亲像鸟只自由飞。哦，手寸短短，不免歹势，脚步有进步有退。哦，光心短短，莫想遐多，随着音乐玲珑飞。Hey everybody， 哥哥看妹妹。Hey everybody， 阿三看阿妹。Hey everybody， 连干七八回。Hey everybody， 心情好甲手甲花。带我来练武功，我来去赴运动。带我来练武功，我就是七寸红。带我来练武功，我来去赴运动。带我来练武功，我不是女性用。哇！我唔知你练气啊，你真够无快啊！你好，进步再去进步噶。你讲证明我讲的无唔对，对唔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特别我那一直摇呢。我有看啊，我有看到你在跳舞。对啊，因为摇我最摇咧。我惊噶咧，你不看见冷链脱过链无？不离哥，不离哥，阿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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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于大哥卡电话。是。我都要对卡林杰电话卡电话。好啦，你捧呀。王阿里想，我一天啊，我想，我有五大哥哪有？温某跟温查囝是不是顶下老命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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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七点我去，到即马未转来。我连钓鱼呢？什么钓鱼？这个是钓鱼，这个不，你靠，你都不靠。没有这么客气。对，有五字经。五字我不敢讲。三字经也有。我妈妈被他问候了。真的，你看我今天三声无来啊，我就无来啊。哎，阿叔，三声无来，阿叔，三声无来。我嘛现在要讲无来啊。我这条都要合理啊。我这条合我。嗯啊。我唱。真是你唱。我唱四句。你唱头前呐。你唱是？你唱头前。头前呐。我叫恁爸爸是。不，我爸教我唱的。伊讲我唱的比我妈较好。可以翻译一下吗？啊。他爸爸教他唱的，而且他爸爸说他唱的比我好。干嘛呢？说话是唱三声无来，这妹妹应该是唱三色无怕哦。沙东无搞，沙东无搞，试一试。我今仔日来到三峡啊，小的欢喜。看到乡亲时段笑的咪咪啊！哦，过了，不是没有。我站在潭底啊，什么的变度，水哦。哎呦，马赛蒂！你太厉害了，我唱会了。我若无紧唱，唱到天光嘛袂煞。我双阿脚来。我先跟你解决，我
我双阿卡来听风啊，安尼会唱袂煞，真歪歪呀，我知呀，就怪的呀，我了解呀，几贵啦，我双阿卡来跪啊喽，起来，小弟，咱大家爱公平，来定三个查甫起来给我跪，努力，跪来跪。不啦不啦，我头有唱啊，我听风啊，一个听风，一个、啊、我上课会来，一个小李爸比啊，我袂跪哦，啊无上风啊，叫乐队出来做伙跪啊，小弟你啊，哪里啊？迄、那个阿雄啊，脚伤短啊，写咧甲跪咧同款啊，啊无观众做伙跪好无、啊？无啦无啦，安尼我陪你过路。我陪你过路。天哪！土的脚头啊，我双的钢的目啊，屎的滴的落来，红牛啊过。切嘛，看我过啊！什么歌？哎呦，我拖阿妹。面就是来了一位悍将。于愿琪，来来来来，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，很好很好。哇，模特儿的身材，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唱片。其实我觉得你有混血的味道。我应该问小时候隔壁有没有住老外？有，哪里有外国人？真的有老外啊？哦，哇！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椅子要转回去了呢。你不要乱讲话，大姐她是只是她的表演。比较外化，但是个性是很传统妇女的。可是有时候被逼的。对，如果是刚刚有老外的味道，可能是残留了。记忆。妈妈讲过，那个曾曾曾祖母有俄罗斯。哦，俄罗斯啊。俄罗斯。对对，厉害。啊，你看，快要把他逼出来喽！不用花通告费，他就来喽。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回共的时候，回共的时候。第二现场，第二现场。请问。请问评委，你为什么选择他、啊、你看你站在他旁边都像哈比人。是谁哈比人啊？我他女儿身材养得真好哦。当然好啊。对啊，这跟你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我们家旁边住了一个叫 George 的。哦 ，George 是吧？哦 ，George 啊、yeah. 哦，了解了解 ，George 嘛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岁月不待人。好，可以麦克风收回来了哈。好，今天呢，你要挑战的这位朋友，您在后面了，好吧？来，先来了解他一下。你好。哎呦，这个剪影很熟悉哦。后面这位，请问出道多久了？半个世纪了。半个世纪，也就是150年。哦，五十年的一个世纪，一百年。动作一起妖怪。五十年。May I ask your English name is George? No. No. Andy. Andy. Andy 啊。好，纵横演艺圈半世纪的大哥大，来来来来来，现在有一个年轻人要跟你呛下，来来，请呛。指名呛下哦。请呛，请呛。他。自称在演艺圈50几年，嗯，那霸占位置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家休息呢？哦，这么呛！可是我听说这个前辈脾气不好呢。脾气不好，哎呀，真的可以这样讲吗？哦，只有你敢这样呛。你皮在痒，你皮在痒。竟然自己带麦克风？那为什么他有麦？为什么 Mary 有麦？等于说我们这边在演，你那边还开了一个小现场，就对，第二现场。你转的也太舒服，来坐轮椅，而且大字报还拿给他看，什么态度？拜托，苹果光这边。那阿纪啊，那麻烦一下，接着下来要做什么？你这大字报帮我们看一下好吧。在什么？长中减法。哦，好。等一下就说前面出来长中要减法。你看不出来已经在肩膀中了啦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，他这个。那后面的那个人要讲。哎，外口那些卖讲话好。查甫人咧容易挨当，我你怎么讲话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无法通过来，你冲啥？直接欢迎我们原唱人出场啦！欢迎于天大哥。Woo!
啊，无啊。啊，都唔是你唱的。不不不，我跟你合唱。唱一支小号线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歹食面的，我就想要看你要接落的。是不是？是，我这唔知。来，搞一架，我接落来。啊，真的吗？做阵也着笑笑。哇哇，雨天大哥，我不懂改吗？个性拢无改安尼哦，唔使你做讲讲，就讲早间啥物？没有，我拢改欧陆，我都夸奖他。你就讲是干哪外国人？运气好棒、啊，真的很乖的一个女孩子。就是很乖，对呀、啊，三个里头她最乖，最乖。有交男朋友吗？欸、目前还没有，嘿、欸，关你什么事？你公家，你的我想知道，我做幕后嘞，啊，幕后嘞，幕后，目前是你知影，以幕后诶，对不对？幕后有吗？嗯，还朋友啦，没有男朋友。啊，你们讲，你看这个好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你啊，对啊，朋友，朋友无得害啊。你咧讲大吉那，那你啊，可能。最有遐想，想要听笑呀！我一个工作吸引的呢，你这关人足恶心。对啊，太恶心了。哎干什么？卖手机，卖手机！我演艺圈的好朋友老的春丽俩。康康跟我讲，康康跟我讲那一天呢、啊，他是很难过，因为像这一次那个高凌风大哥的事，都是我们于大哥在出力帮忙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啊，然后就整个后来我们也帮忙做演唱会嘛。是。那后来康康还隔几天就梦到。高大哥，对，真的梦到高大哥，足感动诶！我你讲，伊迄就是哦，来脱梦的，讲哎呦，无看啦，快当骗戏！一来唔是该讲话，就一条歌，高大哥还唱歌给他听啊，唱哪一首？你唱一条歌，得表示高外感情，感情噶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就啦。啊，我有甲伊对唱哦。雨天比我要早一天走，你都差差不多啊！开玩笑你啊！他今天来我们是不一样的哦，真的让大家看到什么叫世代交替。大哥是一座不能撼动的巨山。你顶爱以前是总共交替这两个。然后为什么女儿要来抓交替呢？啊不不不不，为什么女儿就是要？这个客少祈求啊，等于是、这个、要顶爸爸的位置，对对对，接班人。我听大嫂在讲哦，家里面孩子就是他唱的最好，对他不，他比较认真了、比较认真。你也是用假手牙卖骨的，阿你吼，我根本就不一样。这句话无啦，哎哎哎，阿你我假手牙卖骨，然后白记的，你知道？但是今天有没有看到？怨气竟然要来挑战爸爸，不是爸爸是我们台湾的国宝啊！不是、他刚才你刚才讲什么？你说我什么？没有说一公里差不多当当去困老老套、啊，在邓楚又困啊，又困啊，差不多。我的唱五十年，拢为着恁在搞死你那里。而且啊，所以啊，我来唱啊，叹气好厉害。哎呦，好好听哦，好性感哦，有没有？有好对，好性感哦。台湾就剩下这三个国宝了。哪三个？于天，台湾黑熊，樱花勾吻龟。你大哥，你只要不是来对会晓讲话呢，无单单出黑两个拢袂晓讲话，太厉害了，可以切瓜了。谢谢哦，你今天立马是刚讲赶快为同黄西田大哥哦，赶快来。黄西田来，我只说他是剩下的台湾两种国宝，樱花国文跟黄西田。哦，你是其中三，那他比较稀有啊，没没没，三不不不不不，这个卖这个，这个卖这个啦，黑龙江西，你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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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幸福代志。你袂记得伊手快旋，他拢会记啊。我专门去搞精神。哎呦，我讲，你差一点把我们无视宗祠拆掉了。今天就带来这一首可怕的歌了。谁先？女儿先。女儿先。我先。唱哪一首？听说要唱那个又是黄妆是吧？黄昏。黄昏啊，黄妆。又是操妆啊！哦，又是操妆，又是黄昏。那你先来好不好？
咱们的旁边跟他听一下，来来来。即将挑战雨天1976年歌曲，又是黄昏。到如今我度过。雨天相当有特色的浑厚低音唱腔，身为女儿的余艳琪，能否超越爸爸当年的经典呢？忽然听见你的声音，向我这里飞奔。是黄昏，夕阳西沉，在我心里出现一个人，你的美。你的天真就像晚霞铺满我的心，到如今我度过多少黄昏，多少次夕阳西沉，就为了等候初恋的人。忽然听见你的声音，向我这里飞奔。来宾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厉害了！余艳琪小姐带来这首《又是黄昏》。哦，就开球。又是黄昏，夕阳西沉，在我心里出现一个人，你的美。你的天真就像晚霞铺满我的心，到如今我度过多少黄昏，多少次夕阳西沉，就为了等候初恋的人。忽然听见你的声音，向我这里飞奔。你的声音，向我这里飞奔。你的身影向我这里飞奔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恐怖卡拉 OK 机，准备给分喽，准备给分喽，可怕喽！这个是机器给分喽，而不是我们人为能够左右的哦。到底会是几分呢？74分。哎，这台机器是很高分的分数，姑娘，后面呢？向你的向向我这里飞奔，飞奔！哦，这个是我大概这一年里面听过最油的一种唱法。你怎么这样？原来是有点变化。变化？那你讲你爸爸唱歌，你真的是他生的？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传承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主审怎么说。来，请看。我啊，是是是，我按铃了，我选他。你觉得 OK 是吧？加入你，但是后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位算是大将哦，是挑战。不能这样子啊！现在罗美玲已经打电话，她妈妈在赶来的途中啊。贺大哥也是在路上。来，要听听于大哥怎么说。老实讲哦，他
这首歌他还不是很熟。嗯，对啊，你无榕树下啊。哦，不是榕树下卡熊。本来要唱榕树下。你无榕树下是什么？你没有榕树下这首歌，这个卡拉 OK 机就唱。对不，老讲哦，他其实都按照那个拍子唱是没错，可是哦，他淡薄啊哈，那个感情。比较没有放下去。对，对，你刚刚那个飞奔哦、喔，还唱一拜就足忝嘛。好的。你还唱四拜呢？三拜啦，三拜啦，最后一次。四拜啦，三拜啦，三拜三拜。我们看重播啦，卖惨哦。我三拜你，你这。哎呦呦！我谢谢你。听讲这啊，板超向我叫你飞奔。各位，各位。今天是我们导播最忙的一天哦，不知道怎么 take， 摄影机就好像德军跟美军在对干一样。这机器拢拍美丽，你看现在四号机、三号机已经全面都对着你了。对，我被强调是讲，飞奔就拍起，哎哥一直重复，所以讲于大哥的歌哦，真正拍起。对对，来，嘴也不开，来大哥，来，请移动尊部，今天听你的歌曲就是我们的荣幸。嗯，但是。绝情卡拉 OK 机，它是完全六亲不认的哦。你今天谁来唱，它都一样，因为它是机器，它不知道。而且这个机器你绝对不能放感情，因为你一般在唱评审，我当然讲啊，你就是资深，个别个看感情嘛。拢无，来来来，大哥请请。唔，我不爱唱诶，我不爱，买啦，我不爱录诶，不要不要，再来都来了，哎呀来了。你也来唱超新片的中华语。大哥的歌对不对？大哥的表演是看一次少一次，你没有注意。不是，跟红酒一样，你这是好酒。喝了一瓶就少一瓶嘛。你这句话很熟悉耶，你用什么就是高大哥弟弟讲这句话，啊，真正为六十几岁讲到声声就气安尼哦。嗯，卖有被讲好吗？你会作多的，阿爸来改。这个歌还刚好，哎呦，回去的我啊，回乡啦，回乡的我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眼睛现在什么回？没关系，我反射力行照，我推你板。呸！演艺圈这样笑来来来，那就带来这一首歌。于天演唱《回乡的我》，回乡的我诉说着在外打拼的游子，怀念家乡的父母与朋友，即使吃遍山珍海味，心里想的还是母亲的味道。女儿坚持的点以74分高分力压父亲雨天，原唱出马能夺得几分呢？走遍了天甲海角，也是故乡的月牵。吃遍了山珍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烤滋味。秋风起，年年吹，日子日，天一天过，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、吃过苦楚的人。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，在水面头有脚听，互你欢乐的歌，已经倒转来，已经成功倒转来。现场的嘉宾朋友，台湾。于天带来这一首《回乡的我》，但是今天唱起来果然有一点压力的状态，加油！掌声鼓励。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也是故乡的月牵。吃遍了山珍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烤滋味。秋
风一年一年吹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、吃过苦楚的人。故乡的父母，旧年无看的好朋友，在树林头路卡拼，可怜烦恼的我，已经倒转来。已经成功到好回来，哎呦，还有一段对不对？还有、啊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来掌声再鼓励一下哦，好吗？轻松一下下，健康不休假哦，加油！一年一年吹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、吃过苦楚的人。故乡的父母，旧年无看的好朋友，在树林头路卡听，可怜烦恼的我，已经倒转来，已经成功倒转来。哎呦，大哥大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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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哎，哎，分出来了，七十六十分。机器跟乖腿先乖腿，机器先关掉，机器机器不要录影了，不要录影，不要录影，为健康不要录，这一段不能播出。不不，打打我赶紧赶紧，我处理我处理我处理。来来来，机器跟弄我拍，弄他们拍，弄弄。来主审，发生什么问题？这老来讲，落早婚了，上面唱到一半还要说，哦不错哦，有机会成为明日之星。这位于先生，你是不是怯场？你是压力太大。我这个怀疑重些，你是咪郭子乾版的？你是今天吗？阿伯，你让我看。你唱六十分，你早间唱来来来，你来你来你来，那会发生一番代志。那有可能的啊？对对。我赢的，我赢的。那我唱的，那有可能的？我讲给你听，那我的歌呢？我等多少？你是原唱，我有原就到，不在。你拢会拖拍？对。嗯。我这完了，我拖半完了。他不能拖，拖拍就扣分。嗯。啊，现在有一个状况，有一个状，有一个状况出来了。这个状况是这样，嗯，这个机器很怪哦，一首歌一天只能唱一次哦，然后呢，他没有办法再投十块再唱一次，就有个性，没有办法。咪啦，安尼是对的，你唔爱听过《每况愈下》？哦，你就敢讲诶，我七十四分，我问你，你有把握？拄着这款机器，如果叫我唱，我嘛无瘾唱，不好意思，结果就是这样。恭喜获胜的是于苑琪，哎呦，你胜 OK 啦。OK 啊，全世界最美的画面就爸爸抱你。他胜利这是有哪有什么关系？前世的搞起来气的那寡战呢，对不对？没机会了。前世的情人，今世的情人都到了圆满。嗯，前世的情人，今世黑的啦。嗯啊，而且跟前世，那卡公卡公嘛，在一堂经济嘞。哎，他无听啦。啊！你无经历嘞，哪有这个啦？哦，对哇，对对，那不一定哦，那不一定招致的哦。神经病，拍起来。浑厚歌声，感情丰沛，作为新二代艺人于苑琪，遗传到了父母的好歌喉。十年前首次出道站上舞台，却丝毫不怯场。当年这一唱，于苑琪就被封为秀场小天后。
能歌也能舞，于彦祺散发出巨星光芒，但还没出道前，他早在自己经营的餐厅内就有亲自驻唱。于彦祺走上演艺路，于天李亚平始终相伴，但没想到这歌星路才两年就被诊断出罹患直肠癌。因为他的直肠距离他的肛门附近很近，可能也会造成影响，所以反正我都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很不好就对了，我是受不了。我就是想说赶快把他治疗好，因为我有看到我妈妈在哭啊，我想说如果我自己生病了，我又一直很难过，那他们会更难过，所以我还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不想让家人难过，于彦祺总是乐观面对，但抗癌路这近八年时间就化疗超过70次，病痛缠身，于彦祺想发的个人唱片无限延期，想当 YouTuber 的梦也喊卡，一路走来令人不舍心疼。